再靠近一点点，就让你牵手。别动了，不然我都烦死。一会儿。大黄，大黄。抖音。好，你可以休息一下。好。完了没有？抖音。抖音。一二三。抖音。天青色，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。有人何处追寻？长江千万里。抖音。道玄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徐徐道玄，唐松，啊，这是碧瑶，啊，嘉宾任老师，啊。还有这位老师呢，这个就不用说了，这个都认识了。好，谢谢你，好吧，那我们来了啊，拍一个啊。好，抖音。好了，马上他装好袖头了，我就小雨来吧。I've got no roots, but my home was never on the ground. I've got no roots.抖音。我这一次忍不住喊叫。抖音。实际上。抖音。这次我们这四个演员在戏里面其实非常苦，因为冬天还要开着大风扇来吹的肖战，肖战的眼泪啊、鼻涕全部都流出来。我感觉我这一辈子的风扇都在吹完了。理性来讲呢，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之高，也是拍完之后我觉得过了他都不行。不行了，我怕你会要再掉一次。我可以，你是要怎么掉？我们要倒过吧。孟美岐来讲，一个很独立坚强的一个女孩子，大家都在聊天下，她就是一直盯着自己的剧本，那才是怎么演。所以在演员来讲都吃尽苦。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。